你跟叔叔认识啊？咱俩那可是老同学了。是哪种老同学吗？你说小时候长时间没打你了？我开玩笑，我抖个宝儿，我幽默不？怕出尿了。我们都认识多年了吧？学前班到现在快50年了，你俩啥时候办的？咋的？我老大不小了。我俩结婚呢，结义吧，我俩太小了。七月嫌早，那就10月份办，好日子。我说话纯放屁。农历啊，农历也行。咋的呀？跟我结婚亏上你了？不是，这么定了太草率，我得对你负责嘛。就知道我儿子负责任，咱把这房卖了，做个首付，换个好的啊。贷款呢，你们两位负责了，装修费我出。那太好了。结婚呢，必须要大办。我女儿啊，就喜欢这个。肯定大场面呢，亲家，你家小公主宠了这么多年，这事儿要是胡说八道的，你说我这婆婆太不称职了吗？那也别太浪费了，谁家挣钱呢都不容易，怪不得我儿媳妇这么贤惠，你看做菜这么好吃，原来你这个当爸教得好啊。你做的、你做的交给你啊，我真的特别放心。还有车，哎，这车你可别跟我抢啊，我输了。不行，一家一半。小凤啊，你喜欢开什么车？我喜欢开玩笑。能不能有点正形？不是妈呀，那个叔，咱俩什么都不去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是这意思。真的好亲家，真是不容易。结婚呢，就是两家一起凑，凑出个新家，不是一家要，要出个新家。干杯，干杯。慢点走啊。好了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那走啊，拜拜。再见。妈，你不走啊？我不走，我今天住这儿，你俩住大屋，我住小屋，我不耽误你事儿吧。我们的爱就像手也等不到花开。林峰啊，你看这视频老等会儿，等会儿玩游戏呢啊。啊，那好吧。打完游戏了？打了。吃西瓜？嗯，吃这个大的。嘿嘿。游戏你重要，你比游戏重要。我是想问你游戏好不好玩，好玩的话你带我一个，你教教我。行，没问题。我和你要问我你和游戏谁重要呢？那当然是我重要了，这还用问呀？你真的跟别的女孩好不一样啊。怎么说呢，全世界都在教男生怎么爱女生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教女生怎么爱自己的男朋友。有何高见？首先你不要一吵架就把分手挂在嘴边，也不要动不动就拉黑删除。虽然你们男生承受能力呢是比较强，但也会难过，对吧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你分享我自己的日常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分享欲是最高的浪漫主义呀、既然我选择跟你在一起呢，我就一定会相信你，我不会偷看你的手机，我也会给你自己的空间，我更不会去拿自己跟游戏做比较，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是比游戏重要，可我也会尊重你的爱好。而且呢，你们男生也会有小情绪，也会生气，但是我觉得啊，你非常好哄，只需要呢说话语气呢好一点，给你一点台阶啊，正高就够，正高、你马上你就好了、嗯、所以呢我一定会好好做你的女朋友，也会做好你的女朋友。穿梭时间